海边的孩子哎，怎么可能不会游泳？两个都救，我去死，我去死好了。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那我就去死。各位虚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，我是全清，我是于安，我是泽谦。选清一念之间改变了心意，决定不吃午餐。怎么无聊？然后加码含两个逗点。选清不愧是水瓶座，一念之间决定了好多选项。这是包还是扁啊？攻击水瓶座吗？哦，小心出事了，出事了。选清一念之间决定今天要吃鸡腿加排骨，双主菜。天哪！我会游泳，我也会游泳。哎、欸。海边的孩子哎，怎么可能不会游泳？两个多救，我去死！这是什么回答？什么鬼？你也去死吧！我去死好了！我真的会打电话，我真的不会自己跳下去。对啊，赶快，然后就开始找旁边的东西，这样丢游泳圈嘛，啊，谁抓到啊？就是那个人的缘分啊，对不对？就他的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哎、欸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！我总不能下去，就我们三个一起死在海里吧？哎、欸，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来、啊，我们一起到另外一个国度开演唱会。真的飞哦，真的飞，太飞了，乱讲话。我会下去救，啊不行就是一起救命，没有办法的话，那我就。好感人哦！太感人了啦！三个人感情也太好了吧？对，我们三个的结论都是啊，我自己行死。嚯、哦，小吃店呢、欸？干面店，去干面店很常碰到谦哥吧？他超爱吃干面的、啊。你就看到我在排自助餐，你知道吗？对对。有一次我会戴安全帽，然后在排自助餐，中的时候还戴口罩，然后跟他，然后歌迷就会在自助餐，你是告五人吗？一边夹耳朵。对对。對對對老板两只炸鸡腿。他怎么认出来？不知道。真爱啦，是真爱啦。真。咱没有优点是不是。有啦有啦，他在想啊。缺点是没有。优点就是他们会三个人感觉也会像两个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，哦，他们会一致，对，然后一个一致，然后我们整合思考的速度会很快。他演出的时候，他们的那个行为模式会很有默契。我在后面看，大家觉得哇哦，那时候我觉得哇，好厉害哦，叹为观止啊。他不会，他都在旁边做笔记。居然现在要讲这句话、啊，就是我跟他讲，谦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要筆記做笔记，你要这时候要讲这样话。这个问题就是要、哦、这个问题要怎么答？不然其他都是死。他们在沟通的同时也可以教。那如果你要女朋友这样的时候，你教应该什么意思？然后女生就是要什么、啊？在处理对对对然后男生这时候闭嘴就好。哎，谦哥，你觉得哪里不一样？然后他就一直很认真的看，哎、欸，然后他真的看不出来。欸、看看我。对。哇，就算你看不出来，先演呢、啊。哇，而且其实你不能太浮夸。哇哇，有时候他可能讲错了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觉得你今天的头发。”他说：“没有，不是头发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觉得你今天的头发特别好看。”不管他那个答案是对的，你只要撑着他就对。你知道，爽一样，就算优势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生存之道。我们三个是把告五人当成是人生在执行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应该随便把一些情绪太私人的情绪投入在里面，不太会。有没有就是刚刚才吵很凶，可是现在马上切换到工作模式？会，而且一定是吵的那个内容超无聊的，吵的内容跟那个告人是完全两件事情。就是你可能会觉得，你为什么床单要选这颜色？我也不讲话，你跟我道歉，快点跟我对不起。然后谦哥会笔记，可能我们三个这样讨论完之后，一首歌就出来了。我们这是快问快答嘛。喜欢在一些熟悉的十字路口，想象有天使会从这里经过，不是青春就是这样的长大，没有痛过就不能。没有爱过就不能感受，没有虚，虚会不是虚，虚会不是虚。